马什么下午打了一下午，马少虎打了一下午。谁呀？什么马少虎啊？没听说过。这边那个西部吗？战斗开始，消灭所有敌人。哦，西部不是重庆区，不是西部。卡了，我操！一下掉帧了，看见他了，直接出来就是顺啊！出来就是顺呐、啊！特里，3、2、1，跳！无敌吗？刚那枪，刚那枪是无敌吗？好像是无敌吧。我明明打到他呀，合适的送他一个啊。合适的送他一个，朋友们，要不然等会儿他跑了。合适的送他一个啊。不能让别人战绩太难看了。再送一个，有点掉帧呢。
一定不是让别人战绩太难看了。又要懂得谦让。要懂得谦让，而且不能压家，压家的太恶心了。压家的话就太恶心了，就算了。压家的话就容易把别人心态压破。压家容易把别人心态压破防，然后别人就不玩了，知道吧？啊！站这儿给他打。就站这儿给他送他一个吧，对，送他一个。没死啊，有点老寒腿，我操！有点老寒腿，朋友们。好，再送他一个。哈哈哈哈，真心事故。哈哈，你看嘛，如果说你不送别人，那边早退了，知道吧？还是要送别人，要不然的话，这游戏是吧？对待别人呢温柔一点，一定要送他几个，你不送别人，别人就退游戏。你一定要送别人几个。送别人几个，送他上十个都可以。这个反应确实有点太慢了，反应确实有点太慢了啊。人来人往，是不是？毕竟别人陪你玩一局啊，送别人一两个也不会说让你蒙羞之类的，是吧？哎，多体谅体谅嘛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